真的太机智了，但爸爸跟哥哥发生争吵。你这个卷打多少分啊？今天？啊？居住的居。爸爸，你吃吗？看这。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但哥哥不小心撒了野。就这些了，没有了。没事的，我还有奶奶呢，我还有奶奶呢。这是哥哥。对，我小孩最爱喝奶奶了。赵二宝真是太心疼哥哥了。谁不想拥有这么可爱聪明的宝贝呢？懂得包容和照顾彼此，是每个二胎家庭最欣慰的事了吧。带我带妹妹去接哥哥，看看妹妹有多受欢迎。可我怎么能够放开手，感情也许就像是小楼，是小楼没有的白祖母，再见不到别再见证没你不要以往为恋情我成长充满记他的痛苦我第二名，我看到妹妹哭了，所以回去接她了，然后就转移她注意力，是不是？妈都发现了。当我女儿不小心把奶茶弄洒，这时候爸爸特别生气，一边收拾一边刚要抱怨，没有一次不可以在家吃，我说不可以在家吃吧。你还真的，你还有理啊？你把东西整洒了，你还有理了？我的天哪，还怨我了？你把东西整洒。兄妹真的不打架吗？但我还不行。大的就一定要让着小的吗？我寄了张卡片，地址是感觉，收件人叫永远。当透过时光的倒影，在候鸟飞过的那里，当你就出现在我不真实的梦里，在你也去过的那里，我没能够和你一起，在留给我余生的回忆里。我们在西双版纳徒步的时候遇到了这样一个向导。小朋友，我们走路的时候你不能牵爸爸妈妈的手。他说让爸爸妈妈去。
这真的太让人难受了。那天他突然问我，那爸爸不要我们了，我是最好的宝宝。五天前我儿子高烧不退，我们紧急带去了医院，然而不久之后我们陆续都病倒了。更糟糕的是，爸爸的爷爷突然进了医院，于是他连夜回东北看望，留下高烧的我照顾高烧的他们。爸爸咋还不回来，留下他了。那几天他们每晚都哭到睡着，然后妹妹突然就问我，那爸爸不要我们了，我是最好的宝宝。哪怕一厘米少不更事，是绝花花世界是最精密乱人言。大梦初醒，恍如昨日，回首往昔人少年，浮浮沉沉，仍然岁月如歌，红尘作酒忆当年。酩酊大醉，知我为谁杯中酒来敬明天。好看，可好看了。我要不记得太丢人了吧，这回总行了吧。为什么我咬了水你们再也不出来？我很小就在那东北长大，寒冷的冬天飘着雪花，红红的干辣椒墙外挂，穿着那大棉裤去打太阳花，东北人就说那东北话，猪肉炖粉条香飘万家，热热的炕头上唠唠嗑，上酸菜的人类他叫翠花。我要把那个我来了。